萧翔出生于台湾新北市，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。1989年，21岁的他才开始尝试从事平面模特的工作。由于他容貌娇巧，身材匀称，表现得也十分出色，先后斩获多个模特界的奖项。从事模特这行仅仅3个月后，他被马景涛看中，向制片人推荐出演了其首部电视剧《情深无怨由》。仅仅是他出道的第二年，他就被台湾民众票选为台湾第一美女。金庸也称赞她是台湾最美丽聪明的女人。萧蔷红起来多亏两个人，一是马景涛带她入行，二是琼瑶让她一举成名。《一帘幽梦》里的汪绿萍一角，凭借该角色，她还获得了50年来最美琼瑶女郎的称号。萧蔷和富豪的消息倒是不多，唯一被曝光的恋情就是和齐秦的那段地下恋情。当时两人从火锅店出来被拍到的时候，两人的地下情才冒出来，曾经爱得死去活来，也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，但最终还是无疾而终。只有萧蔷一直单身到现在。有点上了年纪的萧蔷一直可以说不安分，经常会去整容的，但是可以说她的整体的感觉还是很好的，但就是有点不如年轻时候的样子了。如今49岁的萧蔷在娱乐圈已经沦为18线外，也没有多少出镜的机会。前不久被拍到为赵雅芝主动提裙才能出镜，想想也真是悲哀啊，曾经的风光一时，如今却沦为背景墙。